嗰啲酒位都好似唔係好生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好多時咧睇到啲隊友比嘅時候咧，都好似係落咗係對方一個逼搶嘅範圍。咁啊，可能咧佢哋之前咧就喺泰國輸嗰場1-10咧。亦都提高咗佢哋嘅警覺啊！呢邊有啦，開咗紀錄。咁啊，麥基就做翻咗好戲啦。咁啊，頭先咧錯失咗個單刀，今次咧就用頭槌咧係撕開對。是真的好靓啊！呢球啊，卢君怡前柱一批，咁啊好劲啊！咁彭峰会唔会同门将嗰个身高有啲关系咧？呢、這个波底都喺佢手嗰度过喎，呢、這个波。个点系前点系麦基系抢到嘅，咁呢波咧喺门前咧，其实龙门对头槌嘅防范咧。咁啊，今日不单就个名单啦，我哋喺现场其实咧亦都系有同事咧发过嚟嘅，咁但系而家啲号码系显示唔到有呢个球员啊。咁亦都睇到咧，就不單可能會唔會係嗰個上交個名單咧有啲問題。好啦，左邊啦，咬腰出翻個靚波，亦都靚嘅2-0。今次咧就係安基斯23分鐘都係頭槌咧打開僵局。上嚟慶祝，睇睇啦，又係左邊。咁啊，今次就係張建峰啊。首先咧就助攻係林家偉、張建峰、安基斯，啲咧斬個波嚟中間啦，冇人跟進，呢邊一個波撳埋去。咁啊，徐德瑞咧就省到對方球員個 pat pat， 仲有機會噶，撞牆又撞得唔靚。又系左边喎，呢个机会有啦啩，3-0，球证就俾咗入球嘅手势噶啦，系冇越位嘅。卢君怡30分鐘嘅时间顶成。因为呢场比赛咧，就个赢面都几大，胜券在握。睇多次，嗱、这个波就用右脚靴嘅，咁啊徐德瑞咧同埋卢君怡咧双轨拍门，结果咧就俾较远嘅卢君怡顶入。谷盈智嘅助攻，呢位大连球员真系好波啊！虽然咧就喺省安杯咧佢就有啲燥，咁但系咧脚法咧，个人认为咧喺呢队中国香港之中先咧5位嘅。咁但系而家上半场咧，佢哋已经落后紧3球啊，不单。见到咧就安基斯几下插花，插得唔错，中间有人，麦基底下唔掂，呢边再斗落去有啦，4-0。咁啊呢个波就谷盈智42分鐘第一次用脚入波啊！呢下第一下嚟嘅，第一下望到啦。麦基第一下都算攞得曳嘅啦。咁第二下谷盈智咧就咁好靓啦。呢啲波就系脚法嘅一个分野啦。嗱，大家睇多次啊。呢下就冇推甩嘅。麦基其实踢唔到个波，门将挡咗出嚟，跟住再捞翻嚟，谷盈智一斗，好靓啊！揞到好实啦，地波射正网仔。咁啊！呢场比赛就中国香港攞3分就冇悬念啦。问题就系赢几多球？
咁啊，喺而家進行緊嘅港超嘅比賽咧，即係香港超級聯賽啦。咁啊，徐德瑞咧就係效力緊傑志啊。咁啊，佢喺現役呢班嘅港隊之中咧，入球最多嘅，入咗八球。喺手球，咁啊，球證就好堅定啊，直指十二碼。呢個角度對球證嚟睇咧，其實都係角度。咁啊，呢个波咧就讲到实话啦，撞墙撞得唔靓嘅，咁啊都可以俾得啊，但系就球员规定咧系有意啊，有意就俾，冇意就唔俾。系啊，咦？唔系佢射吓，唔系头先立住想射嗰个安基斯射，会唔会谷形志咧？咁啊，哈利古龙咧就考验下佢啦。啊，好靓啦吓！咁啊，原来咧就系林家伟吓喺49分钟改写比数成为5-0。左腳嘅門將就捉錯路啦，咁啊當然門將可能亦都即係賽前冇乜機會做到功課啦，唔知道佢對手射十二碼嗰個特點。咁啊假動作都好明顯啊，好鬆喎。係啊，好危險嘅一個攔截嚟嘅。芬尼道治咧，嗱資料顯示啊，佢係98年出世嘅，98年10月，咁啊可能佢真係高中生都唔頂話。呢、这個波比得靚啦，交翻過嚟徐德瑞，再交俾邊路麥基，好靚啊！咁啊，呢、这個波咧就佢真係要多謝徐德瑞啦，6-0。趨勢發展落去咧，就你話想演舞姿戲法咧，亦都有可能嘅。上得上一級，睇見麥基個位置更靚。麥基停嗰下停得唔靚啊，咁但係咧就勝在咧射出嚟咧個勁度夠。嗱一級，俾就俾得唔錯啊呢球。嗱一推嗰下咧，其實佢都有啲甩腳啊，窄位，但係夾硬 band 埋去咧，諗唔到門將都救唔到啊！哈利古龍，林家偉嘅助攻啦，徐德瑞，咁樣麥基緊緊到啊呢球。护紧咧就当初阿谷盈智啦，同埋林家伟嘅身后嘅，咁啊谷盈智落咗去啦，咁啊上翻李佳瑶。嗱，八号嘅位置就咁啦，啊中卫面前嘅三角啊，哦高犯机会啦，泽伟搞掂佢咧，有啦，7-0，68分钟，咁啊高犯咧摆到明啦，上嚟咧一定要整翻粒噶啦吓。咁啊，应该都系吓，即系季前咧就系冲超嘅热门，所以而家嘅排名就唔系好前啊。咁啊，呢个直线都比得靓啊，高凡跌跌撞撞，咁但系推嗰下咧，佢有力啊吓，咁同埋佢。